事情吗？你觉得我去刺青怎么样？啊？就刺一个英文字母什么的，在这边。去啊，连穿个耳洞都会过敏发炎，不怕就去。在结束又一个日复一日之前，我突然有点不甘心。喜欢红叶蛋糕的不是我，是 Rebecca。你是日子过得太舒服，想没事找事是不是？毕业了12年，现在终于比较舒服了。